大家好啊！上次同大家介绍过一个单车灯，今一次我又同大家介绍另一款单车灯。咁呢一款单车灯咧，同样都系出自 Fenix 嘅 BC30R， 呢个系2017年嘅版本。咁咧，首先我又同大家介绍一下呢支灯嘅优点啦、缺点啦等等。然后平衡一下，等大家自己可以自作考虑究竟呢盏灯啱唔啱你用啦。先讲佢嘅优点，咁第一项嘅优点咧，就同上次嗰支系一样嘅，夜光暗楼功能喺昏暗环境下咧，佢呢个灯会即刻亮着咗。咁呢样嘢其实都方便啲夜晚踩單車的朋友仔，因為有時候用得燈就代表黑嘛，咁有夜光功能就不會咁錯掣啦。咁第二項的優點咧，就係佢有一個電子顯示屏，即係同上次介紹嗰個同廠的單車燈一樣，都是一樣有電子顯示屏，佢會顯示個剩餘的時間啦，同埋行緊嘅 level。但不過呢一個燈咧，同上次嗰個咧有少少分別嘅。呢一個咧每轉一次個流明嘅時候咧，佢個時間出得會比較慢少少嘅啫。上次嗰個反應就快啲啲。好啦，咁講完呢一項咧，咁第三樣我覺得佢個優點啦，就係佢兩盞燈。是用一個 XML2 各自行到去500流明的，最高可以行到900，即是一共加埋就1800啦。而且佢個燈杯咧係使用咗呢個 TIR， 咁即係透鏡技術啦，比較廣闊，而且咧即係具有環境光 spotlight 亦都好廣闊嘅。咁第四項嘅優點咧就係、佢可以 USB 直接充電啦。咁啊呢樣嘢都係佢嘅其中一個好處。第五項嘅優點咧喺一個體積細小嘅燈裏面咧，即係其實都比較上好細舊嘅呢個燈，都係講緊大約11cm 嘅啫個長度，但係佢已經包含咗一粒5200mAh 嘅電池喺裏面。所以都是比較幾好的啦，持航能力。如果它再提升多少少，可能去到6500或者7000mAh咧，其實個持航能力會再好，但不過可能個體積就會好大嚿啦。咁第六項嘅優點咧，我就覺得佢呢盞燈咧，夜晚若果你一般可能係即係有街燈嘅情況下踩單車，唔係完全全黑嘅話咧，其實開到 level 3。即是400流明已經夠了。講到第七項的優點呢，我自己覺得呢就跟上次介紹那個他同門師兄就一樣而已，就他可以插一個 USB 的遙控器。那 有什麼用呢？跟上次一樣啦，介紹的時候就是說這個雷電標誌只要輕輕按住，它就會將支燈的光亮度推到最高1800流明，但是不過只有20秒時間使用。那這個功能究竟有什麼用呢？就譬如裝了在你的單車的扶手那裡，那你有必要的時候想跟迎面的車輛或者是單車甚至是行人打一個色路，那就可以是這樣用的。這個情況下這個情況就是類似好像汽車的高燈那樣，那有時某程度上的司機會開一開個高燈，示意給前方的車輛知它的存在，這樣用的。那每盞燈其實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的啦，那這個亦都不例外。那第一樣啦，我覺得它始終都是做得還是麻麻地呢，就是它是棕白顏色來的，但是它的棕白顏色呢，這個顏色呢是略帶青青的顏色的，
即係佢唔係偏紅嘅，係偏咗青色。咁如果你話喺户外用咧，你未必可能會咁容易察覺。但係譬如你喺室內當，可能我當電筒用都得嘅喎呢個，咁就會好察覺嘅。佢個中白顏色略帶青。咁第二個缺點咧，大家睇一睇到就見到嘅啦。佢個主要嘅 spotlight 上高仍然產生咗好多光出嚟，佢冇咗個 cut off 嘅功能，將上面呢啲光 cut 走佢。咁呢一種舊款些少啦，我叫做舊款啲嘅單車燈咧，冇咗呢個功能咧，其實就對迎面嘅車輛會造成一個滋擾嘅，因為始終佢呢一度嘅光線咧，其實講緊譬如你開400流明，佢就係400流明，咁啊都幾殘眼嘅對迎面車輛嚟講。咁就第三項啦，呢個係少少嘅問題仔嚟嘅啫。唔大問題嘅，就係呢一個 USB 軟膠咧，係比較難撩出嚟嘅。比較難撩出嚟嘅。咁相比起佢同門師兄 BC35R 咧，2018年出嗰個咧，其實佢就改善咗呢個問題。但係2017呢一款咧，其實就都仲有少少呢個問題啦。咁第四項嘅缺點啦。Fenix 嘅單車燈，大家都知道佢所有嘅電池都係 built in 咗喺個燈裏面嘅，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冇得話就咁拆粒電出嚟換個粒電。咁我換電嘅單車燈有個唔好處咧，就係當你個粒電已經用曬嘅時候，而你仲處於緊可能踩緊單車嘅階段，咁你冇得換電，咁你有個單車燈就等於冇咗個單車燈㗎啦。呢個情況，咁呢個情況就對於使用者嚟講咧，就其實好少會發生嘅。即係老實講，譬如你去踩單車前，你會差定電，哇！明明我開4都好啊，即係 level 3啊，400流明，5個鐘喎，乜都夠啦，係咪先？係嘅，但係呢個情況都難免可能會有時會發生，就係冇電咁點咧？有冇得換電喎？我插 USB 都插唔切噶嘛，係咪？如果可以做到可以換電，咁咧呢盞燈就更加好用啦。因為好多時啲燈咧就壞咧，就唔係壞喺 LED 度嘅，或者唔係壞喺底板，係壞喺粒電嗰度。咁如果粒電壞咗咧，其實要自己更換，咁啊容易啊。如果有人拆出嚟換，咁你 built in 咗咧，就要拎翻去保養㗎啦。